中正纪念堂庄严的佛诞节浴佛，六万柱师兄不止参与其中，更全心投入，带着感恩心参加，更想把经验带回南投。第一次参加那个我们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浴佛节，看看我们台北的浴佛跟我们社区浴佛不一样的地方，来这边可以学习到很多。另外也有教育部官员参加，希望把孝顺父母的观念带回教育单位，传承给更多教育界同仁。透过这样子的浴佛大典，事实上也是缅怀感谢呢我们的一个亲恩，所以非常具有这个教育意义哈。当然也期待我们的各级学校以及我们的老师一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佛诞节、母亲节与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，因缘殊胜，期许把感受到的善念传承更多人，让正能量持续扩散。大爱新闻陈列李明华台北报道。